这是俺奶看的，这是有醋花招。不是，那都是。不是有醋。这是小花招。小花招拐夹菜，在那里头腌凉菜。啊，这里头拐夹菜。嗯，挺好。嗯。哎呀。咦，那你还老中用呢？有醋里了。只要夹点黄瓜。选中草，那不好结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脸。今儿中午俺奶做了凉粉，非常感谢俺奶奶。这是火烧，你加了点黄瓜丝儿，这是调的凉粉。这一餐可好，超级好。奶奶，你吃点这些，你不吃点馍？不想吃馍了，我就说俺蒸的红烧，拿吧。哎。红烧呀，该吃了，好吃啊！干吃点，我也吃点凉，我没好凉，吃吧，干不要，真不要啊，真不吃你，我都没法办，你给我，我咋办呀？我这是病的啊，我还没吃，你不嫌我咋了？给你要你，我不嫌你。你要问题是我没法办呀。不是，给你要吧，给俩长吧。你要吧，我老天爷呀！我都看出你学会老天爷。哈哈哈哈哈！吃吧。整点面条，整点面条。嗯，我这粉丝调的不赖。上个月我来了。火烧可脆，可酥，可香。有这啥？凉粉和粉丝在经常吃，天热了。嗯，就是。嗯。没事，大凉粉，热的很。吃啥了？嗯。吃啥？我这得调调啊。我给你拿红包吃吧。嗯。拿红包吧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调的没得吃肉眼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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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俺娘泡的可硬，嗯，别让刚就上多了哈，摆盘，你吃着往里泡，你把那个老硬吃着都不是弄的，那一下。这粉丝啊，吃着了你也跳着往外跑，饿。嗯哼。哎。
这天是水热了，那饭热了，可香了，火锅的可没也还是锅弄的弄了。我那地儿还臭去，我那臭去那地儿。您不用吃啊，吃不吃吧？我不吃我咋弄的？我放着可热了，咋弄？我没事儿，我吃的我没事儿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干啥？我都不想尝，你给我配吧，我不想尝。我也不想了。你还得说疼了，我不疼了，疼了不中。哪只？哎，哪只？插嘴来。老年手机，老嘎起来了，外大人，别惹宝宝上场，知道吧？俺们这宝贝他妈。